今天呢，同人聊天的时候聊到那个疯牛病，那个疯牛病呢，我一直想连排，但是呢一直没排。以前的排过猪流感、禽流感之类，就没排到疯牛病。啊，我看到美国开始研究那个转基因了呀，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啊，研究转基因了。那个养一转基因粮食啊，转基因粮食啊，转基因粮食就给了那个牛吃啊，给了牛吃啊，后来牛就痴呆了呀，为什么？那里有小基因呐，转基因粮食那些小基因呐，连到了脑细胞上了，连到脑细胞上了，是脑细胞的结构发生了变化，是脑细胞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，然后呢？因为脑细胞结构切片上发现了变化以后呢，医生诊那些专家、医生呐、这一类的人呢，就诊断为他的疯牛病，脑组织变掉了。脑组织变掉的什么原因呢？不是病毒引起的，而是转基因粮食引起的啊，是转基因粮食引起的啊，是转基因粮食引起的啊，是转基因粮食引起的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